今天这事吧，只有你知我知。那是不是只要杀了你？杀呀，你杀了我，正好一了百了。怎么，舍不得啊？不是，等会儿。你是狂龙的人，所以如果你突然消失的话，狂龙长老一定会起疑心的。是啊，我是狂龙长老送给你的侍女，我若是消失了的话，狂龙长老一定会调查的。到时候，你这秘密可就藏不住了。哦，对了，大王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。我这个人吧，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嘴巴太松了，这一不小心呢，就容易说漏了嘴。所以啊，大王，你可得时时刻刻把我带在身边，看着我，要不然我……那你也别坏了本王的事啊！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